阿富汗西北部的都市赫拉特哦，昨个再发生规模6.3的地震，嘛是一礼拜内的第三届地震，造成两个人不幸死亡。这个所在之前的两届地震哦，已经造成上千人死亡。西北部城市赫拉特，几位居民伫规片会议中徘徊，有人想要伫已经超过家己半个身高的砖瓦厝下中午，也毋过亲像无路用。这十五佫发生地震，规模6.3，震央位伫赫拉特西北30公里的所在，佫有真侪摆强烈的地震尾，也是一礼拜来第三摆。无国界医师组织估计，即摆伤亡人数较少，进前已经有真侪百姓因为伤过惊，毋敢回去。Some entirely flattened. Those who have survived have lost everything. They are left with no shelter or food.这个感觉毁损较真严重，因为有倒去的危险。官员表示，已经失控超过528名犯人，大部分拢是伫要服刑期满，阁有解雇自身的受刑人。所以天气就要变冷，居民除了心内乌影，也会想办法伫无确定性中躲过寒冬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。